Sinc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is, the number three pit, two were discovered in 1986 and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The discovery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What do you expect to discover in the newly found six pits? 首先数量上嘛，起码要达到这个一号坑和二号坑的这种平均水平吧，这是第一。因为一号坑和二号坑加起来，统计的话，大概有2000来件，不算海贝啊，这些小东西不算啊，就单独成器的东西有2000来件。那么也就是说，每个坑差不多1000件各种材质的器物会出土。 如果这个六个坑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还有6000件东西会被我们不断的挖掘出来，这个是数量上。第二一个呢，还是希望重复率不要那么高，希望出一些连我们考古学家都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是三星堆遗址不见的，第三一个还是重器出的多一些。 比如说这些艺人像啊，人头像啊，还有这个神树啊，还有金器，金杖、金冠，金冠带是因为金字塔有冠带，是给人感觉那时候的高等级贵族吧，或者是王吧，他有带冠的习惯。如果有三星堆能够发现一件的话，而且上面刻着有比较复杂或者是玉。 寓意深刻的一些纹饰的话，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丝织品，或者是丝绸，甚至上面如果能保存下来的话，会不会有文字？如果这个能发现的话，真的是善莫大焉。我们现在是在蜀国的古蜀国的这个土地上。 蜀国，我们就知道蜀国的历史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在这个它的文献记载都是带传说性质的，可信度不太高。李白不是讲过吗？蚕丛和鱼凫，开国和茫然。所以蜀国的历史完完全全的要靠这个考古发现来解决。